大家好，我是赖维，然后今天很荣幸能够参与斗战神的测试。现在呢是斗战神的核心体验版，然后我中午利用在公司的午休时间给大家进行一下解说。所以如果我身边有那种很激情的打英雄联盟的吼叫声，大家就见谅吧，在这方面咱们就忍忍了。我之所以从最初的登录界面开始录制呢，也就是想给大家带来一个最全面最完整的游戏体验。我们看到这个很帅气的悟空，这是一个 loading 界面。斗战神这个游戏呢，好，开始了，我就不再多废话了。好，因为我的个人电脑是工作电脑，所以效果就那样。我现在换一个角色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我刚才的角色，是一个法师型人物。是我最为欣赏的御姐型的九头身，漂亮又性感，而且非常的匀称，叫做罗刹，基本上就是我们李莲中的法师。现在我给大家看一下弓箭手，弓箭手他叫做玉狐，也就是我们印象当中的萝莉形象。在右上角呢有他的一些技能的演示视频，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设定。再看一下我们的主角灵猴，灵猴的动作真的是非常的带感，眼睛里面还有炯炯有神的火焰，这个确实是很不错的。有分身、流星拳、巨人，哇，这就直接变大了，惊天一棒，这有点像当头棍喝的感觉，当头棒喝的感觉。这个是牛头、牛魔、六丁开山、金刚手、跳斩，啊，这就是跳劈，横冲直撞、剪刀斩，技能还是挺多的。刚才我选的是法师，这一次的话，我就选小萝莉吧，因为我个人来说，我是比较喜欢弓箭手的。这个是我刚才的罗刹，现在是我的弓箭手，我就进入游戏。这个是片场动画，讲的是，你们自己看吧，我就不剧透了。
进入到游戏界面，但我还是得先吐槽一下刚才的那个游戏开场片头。我真的觉得那个片头非常的带感，虽然它全部是用静态的画面来表现的，但是包括它讲的故事情节呢，也就是我们的悟空从诞生到天宫去当弼马温，蟠桃会偷桃到大闹天宫，最后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之下，然后被观音解救出来，这整个的一个故事情节，相信看过《西游记》的同学都是不会陌生的。但是我想说，它的那个画面的风格，也就是它的美术风格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给力。你看的那个悟空在后来被观音解决出来后，那一副很悔恨的表情，真的是让人感觉到之前那么威武霸气、大闹天宫的悟空，已经是成熟，懂得了很多他以前不懂的事情。好。现在进入游戏里面，我们看见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些一起参与游戏的玩家的。操作的方式呢是通过鼠标左键来行走，然后因为我这个是在录制视频，所以我的画面帧数是比较低的，大家看起来可能会有些不太同步。这就是第一个任务，和一个叫做雾虚的人讲话，内容我就不说了。接受，这个是任务界面，查看，基本上就是说让你去拿一个武器，然后我打开任务界面面板，查看一下，点一下武器，还得跟他讲话吗？巡路结束，这个电脑确实太次了，看来要录制视频，我还得购置一下更好的电脑才行。跟这个人讲讲话，兵器架上有很多武器，随便挑一个。我应该是拿弓的才对。搞到一个磨损的轻功，看来作为新手也就只有这样的待遇了。任务完成以后呢，它的任务旁边会显示一个可交付，也就是你做完了。我现在完成了一下，看看可能服务器卡了。装备上武器，攻击木桩三次，很核心的内容都是会用额外的那个颜色来表示的。木桩，按一就是攻击，然后鼠标右键也是可以攻击的。然后这个游戏是自带目标锁定的，什么情况？还会射偏的？小萝莉准度不够啊！这样的一个目标锁定呢，可以让你完成你的 hit and run 的操作。哦，原来除了目标锁定以外，它这个攻击还是跟你的鼠标指针所指的方向是统一的，鼠标指哪它打哪。难怪刚才会射偏，原来不是角色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。再攻击吧，攻击速度挺快的。这个是不能按着不动的，你按一下它放一下，这样的话任务基本上就完成了。交付任务，然后再来领取下一个任务。战斗的智慧，领悟技能，接收，查看。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可以有领悟技能了，我把这个叉点掉。技能快递方式是 K， 然后选择领悟的技能，有冰系和火系。学习技能需要一个叫做重天的东西，我不是这类小说的忠实粉丝啊，所以我对这类字眼不太熟悉，我就不多做解说了。我还是比较喜欢冰系的吧，因为冰系怎么来说都是可以叫什么来着，可以减速的，减速的话保命能力还是可以的，我不求伤害，就求保命，比较怂。
打两下看看。打哪去了？哦，原来这个是附加在武器上的。从此以后，我射出来的武器基本上就都是冰剑效果了。这个，哦，这个代表我附的武器的剑数，也就是说它是按次数来计算的。看一下我下一个任务是什么？耍起从兵器师傅那里过来的武器，我觉得得心应手。可对兵器师傅，我还需要补充一些战斗技巧。未完成吗？需要去对话。你点了那个技能师傅以后呢，我们看见这个地上有这些金黄色的箭头，其实刚才也有的，我忘记吐槽了。这些金黄色的箭头呢，就可以指引你去他的那个地方。好，找到技能师傅了，靠近他以后是自动对话的。他讲的废话我就不看了，继续对话，来学习新的任务。完成。我们这个白颜色的字还是要注意看看的。打倒踏花小鹿，至于是寒冰洞还的减速还是爆炸，就随你喜欢了。好，这个地方打怪人挺多的，我不太确定有没有怪。啊，这个地方有一个。哦，柔银手，我看一下我能不能装备啊。我是可以装备的。他加了防御和命中。既然打开了这个界面，我们来看一下人物有几个属性：豆子影响攻击力的，筋骨影响防御，体魄是生命值上限，身法是回避和暴击，也就是我们传说中的敏捷，精准也就是命中与彗星，彗星防御和彗星攻，这个应该可能会影响彗星的几率或者是彗星伤害的数值，潜能也就是你的总体数值了。这个看来可能是自由分配的吧，不过还没有升级。基础，这个基础数值，彗星是指的几率还是什么呢？这个我还不太清楚。然后这边有五行，也就是你的魔法抗性了。好，人物面板好像漏了一个东西啊，再看看这边，升级道行需要1400，我现在是603，还打800就可以升级了，这也就剑值。这边还有个货币啊，这个就跟魔兽世界的勋章的那边是货币也是一样的，不多做介绍。游戏的画面真的是非常的精美，在目前来说的话绝对是前端的吧，我也不说的太牛逼了，免得你们以为我这是枪稿。为什么我喜欢弓箭手呢？因为弓箭手抢怪厉害啊，在中国市场上你抢不到怪你怎么玩游戏，对不对？我记得当初很早以前在玩天堂2的时候，我在那个 SA20 的天堂2美服台服测试团里面，当时我就是使用的弓箭手这个职业，我当时觉得非常的愧疚，因为我的弓箭手外国人是不跟我抢怪的，基本上我去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的外国人就都走光了，因为所有的怪在半透明的刷新阶段就已经被我点上了。打一个，获得了18的道行。这样的弓箭手去打 hit and run 的话，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那个叫什么来着，操作难度的。如果不是锁定目标的情况下，毕竟你用鼠标指针去选择你的攻击方向，是会影响到你那个移动的节奏的。我任务还没完成吗？要打多少个？使用一次学习技能哦，好，完成了。以资鼓励，获得了一个柔银碗。好，废话我就不看了。这是什么任务？还是手上备点药品？药品哪来呢？哦，原来是找你要。给我倒是，好吧，我可能出现了什么问题。哦，原来不是找他，是找这个药理师傅。那我就继续跟着这个黄色箭头走。好，走，终于走在一个比较干
比较安静的地方了。在这个地方我稍作停顿，对游戏界面做一个大概的陈述吧。左上角是疲劳值，原来它也是有疲劳系统的。这边是自带的 QQ Talk， 右上角是地图，然后这个三角形会表现出你的面相来。然后这个按钮居然是一个伤害统计，这可能跟下副本是有关系的吧。左下角来说的话就是一个聊天系统，如果我身边的人打英雄联盟过于激动啊，真的请观众要见谅见谅，我也没办法回避他们，对吧。好，聊天选项。好，这边我就不多说了，常规的。下面就是人物界面了，角色 C， 背包 B， 宠物 P， 宗派也就是工会 O， 技能 K， 任务 Q， 队伍 T， 好友 F， 这个都差不多的。好，那我继续往前走。我看一下，我觉得这类游戏应该还是用键盘来移动是比较好的。哎，突然看见一个，我在按掉这个 ESC 的时候，整个屏幕的颜色的遮罩是会发生一个变化的。快捷键设置，我看一下有没有键盘移动，好像暂时是有的。WASD， 我试一下看啊，为什么不能呢？要在系统设置里面要看一下了。分辨率现在目前暂时是固定的，抗锯齿我看一下两倍吧，虽然我以前很卡，这个电脑真的是不太给力啊。确定要重启吗？那算了吧。游戏设置，开启 WSD 行走，终于找到了。显示怪物名称，显示一下吧。这些拒绝来说的话，也就是怕你被别人防骚扰了，简单来说就要防骚扰。果然键盘走路我就感觉舒服多了。扣个怪，有键盘走路再配上鼠标指针的这个，我感觉攻击就已经没难度了。而且会让，其实我们都知道玩这类游戏有一定的动作元素的话，你的手的那个，简单说 APM 吧，你的 APM 的越快呢，你的游戏体验其实是会好一点的。当然不是说快到什么150啊200这种境界，你如果 APM 过低的话，你玩游戏可能就会睡着了。如果能够达到70啊，70到90这个水准，可能你会那种游戏的操作体验会稍微好一点，毕竟感觉你好像在不停的动，就像在打那种格斗游戏一样，手要灵活嘛，对吧。药理师傅找到这个是接受查看饮用，那就喝一瓶吧。天命浆，我喝了。我不是已经喝了吗？哦，原来不是让我喝啊。卷角羊，打一下。这些可怜的 NPC 天生就是过来让我们干的。我记得很早以前有个那个 CBI， 就是电脑上情报游戏专版上面有人写过，以一个 NPC 的角度看世界，哎，真的是非常的悲哀啊。同类的，我记得还有以前更早的有个三国题材的 Flash 动画系列，叫做《我是小兵》，一个小兵的故事，好像是这个名字。完成了，花果山的物产，请问花果山的物产在哪？完成，接受。由爬云梯到云台上找水妖。如果您讽刺我吗？居然说我连云台都上不去，我看你这个爬云梯在哪儿啊。哦，原来就是一个飞跃跳跃系统，这个挺有意思的，再跳跳。到位了吗？应该是到位了，我已经看到水妖了。白墨师姐，你敢不敢长得再性感一点？好吧，倒吸一口气。毕竟来说，一个人在这边上班还是很寂寞的，对吧？看见这么一个性感的美女，不动心是不可能的。查看，
采集药草，我就采集一下药草吧。我玩游戏其实是不太喜欢自动寻路这个系统的，所以我还是喜欢点一点。然后它这个呢，也提供了我点一点的乐趣，而且又告诉我了具体的方位，不用我真的切出去在网页上去找资料，这样的话已经很满足了。这是机关吗？因为我看见那个人在躲，所以我就躲一下吧。果然是机关，我掉了一滴血。游戏外部界面居然都有机关，这还挺有意思的。现在是干嘛？点太快了，不好意思啊。花妖炉负责奖励，走过小道不受水的攻击。哦，这对我来说完全就是无难度啊！我最喜欢就是快。哎呀，危险危险！不愧是灵猴啊，就直接就突过去了，牛牛叉牛叉！我这应该是完成了吧？这个有点以前玩那种通关类游戏的感觉了。魂斗罗一代里面我记得就有，在第六关还是第七关的时候，采集一个草，又要走回去，这次无所谓了，扛了，就当泡温泉了。草在哪？先把装备穿上，采集一株玉环草。怎么采集呢？我已经失败了，看来这个是不能够扛啊。重新接受挑战了，去采集一个玉环草。哥哥，这个完全是鼠标的问题啊！嗯，原来已经完成了，可以扛了是吧？那就不在乎了。对，没有失败。原来我是要去水妖呢，尴尬尴尬。玩游戏还是得稍微看一下任务介绍里面的字眼的，过于奔放了就会弄错的。这果然是没有黄金的小箭头，我立马就成了一个路痴啊。怎么说我也是高端的玩家了。请问水妖在哪？应该在这个地方，因为在地图上呢，有一个那个金黄色的显示。好，再由登云梯到云台上找猫妖。其实我倒是很想去体验一个副本看看，不过这次做第一期的登录介绍，可能体验不到副本，而且马上午休时间就要结束了。视频的时间也不宜过长，所以我还是分批来制作吧。看一下游戏画面，挺好看的。这个画面让我想起来了《仙境传说》里面在疾风城旁边的有一个云台，那个是泡妹子专用的地方，去那个上面泡妹子就没有失败过。玩错了吗？我果然是按错了。猫妖利刃，看一下你的形象。我靠，你这形象真是让人望而生畏啊。当前没有失败的人不需要重置。我要找的难道不是他吗？我要找的就是他呀。原来我压根就没有接受这个任务啊。完成，接受，又要去打怪了。那么这个
任务将是我这一次视频节说要做的最后一个任务，做完这个任务我就开始上班了。这怪物54321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我被他用技能控制住了，然后就再见吧。又不是我的对手，掉了一瓶魔法药，给自己上个技能，又被控了。什么情况？你还是主动攻击的吗？哦，原来我刚才不小心射到了他，我已经快掉了半血了，不过没有生命危险，我表示毫无压力。血瓶这种东西我是不会随便去磕的，磕了就代表我没有操作了，对吧？等回血我也不会要。原来我居然来个卡位，真是不得了啊！神一样的控制技能。再见。任务应该完成了，好，交了任务，视频就结束了。如果想获得斗战神体验资格的玩家，那就多关注一下他官方网站吧。我相信他们在放号的时候是会推出一系列活动的，你们积极参与就可以了。好，退出游戏，再见。